四年了，你过得好吗？对不起，倩。我们认识吗？我认错了。不是也让给我们吧？没关系，你们先。2023年，在嘉宏贸易遇到哲瑞，他过得很好，他不记得我。当时要不是只有你，怎么又是你？谁会找一个小鬼来帮忙？真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认识你，你又装得很快，谁就会帮你。赶紧去死！小鬼，我需要坐在这边几天，你帮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你求我，求求你嘛！我帮你们豆浆店的烧饼蛋、饭团、小笼包还有豆浆，中风吧你！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我手还举不太起来。干嘛弄湿绷带？我想伤好，要重弄。我去洗碗，木主我来。你煮的我来洗刚好啊。你放心，我弄完就离开。啤酒怎么办？啊？冰箱里的啤酒啊，我卫生间又不能喝，你要负责。好啊。我们家综艺英雄救美被你们诬赖成商人，你们要怎么处理？我是在做梦，你干嘛对我那么好？因为我喜欢你，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呢？喜欢我吗？不喜欢还会再测吗？这一天是我跟他未来的起点，也是我们的终点。在跑啊！他只是普通人，放他走！你不在乎他，他就滚开！住手！你不要急着长大，我会慢慢走，等你追上来。你乖乖让我宠个几年，等你以后当上名医，换你养我。好，以后我养你。到时候你搬过来啊，这整张桌子都给你做甜点，我再帮你买一些器材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做饭，你就在那边做甜点。全球限量，只有一对，求婚戒指，亏你想得起。你未成年，替哲瑞把这件事情扛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敢接近你。让他自己去面对的。你确定不去找他？他本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医生。是我毁了他，白泽英没怪你。哇，喝草莓啊！他开的店就是真的，因为阿瑞吧。今天打工回来，顺便帮我买个草莓蛋糕，这是你做的。哎，你多学一点，草莓以外的巧克力我也行。好，我都学。因为这样就忘不掉阿瑞。你没有想要忘记哲瑞？为什么可以那么乐观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，但不是他就不行。没有人需要他，也没有人对他有期望。和你不一样，你有家人，有他们对你的爱和期待，是他这辈子都不会有。你说没有，他们不要，我要，他们不给，我给。除了范哲瑞，你要，我要哲瑞心。你不见他的原因就只有你害怕。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，奇迹不是等来的。喜欢的东西本来就要主动去争取。只要有任何机会，我都会努力。对不起。